大家好，我是阿健，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帅气的动作，四台阶。OK， 先看我做一个吧。做这个动作呢，两个技术条件，首先你的前单得稳，前单很稳定，因为你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当你卡在这个台阶上的时候，重心得完全放在你的前脚。我们刚开始练习的时候呢，可以试着先不要在台阶上，就是在平地上，然后呢可以先倒一些水。现在呢，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在水中怎么去练习这个动作。另外我要跟大家讲比较关键一个点，就是说如何把后面这个脚啊这样挤过来。有个技巧就是在于，当你要准备做这个动作之前，你可以先让你的后面的脚要滑到后面来，做一个转圈姿势，然后顺势把它推过去。我可以再做一个动作，然后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慢镜头。Say I get it, damn the new loafers hurt my pocket. Before anybody wanted K West beats, me and my girls split the buffet at KFC. 再给大家概括一下：第一，重心，前脚得稳，前单得稳。前单稳之后呢，可以尝试在脚滑地面，就放点水。在这种地面上可以停之后呢，可以在台阶上坐。刚开始练的时候呢，你可以给台阶打点蜡，拉更光滑一点，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滋得更远。你比如说你可以在不单单是这儿打蜡，而且在这个入口处打点蜡，可以让它很容易的滑进去。 OK， 多练习就能成功。